那喜欢你抓你抓他的屁股，有一些猫很喜欢你抓他屁股后面。没有阿飞，你应该这么抓他屁股，他就咬你。不抓屁股了，他背后。不是这边，有时候抓他这边，他会很喜欢这边。你看他怎么做？很长。可是我们 squat 脚很痛。